我是李正义，我不是音乐家，我是一个乐手，做发电机做五十多年了。我婚姻人啊，阮家咧做田，做囡仔拜六礼拜帮父母亲工作啦，啊，拢会去田里炸迄个世代啊收音机啦。但有一天，伊就报迄个遐佘老师的演武器。我这种音啊，哪有转好听啊？隔一个礼拜，下个礼拜，不歌剧，不卡门，好、哦，我就从那时候我就爱上。古典音乐。我有一摆机会去德国，是讲欧洲德国的琴拢足好个啊，啊，就走个去行个门，吼，夭寿哦，一支讲8000块美金啦，迄阵一比四十呢，32万啊，啊，身躯无赫济钱啦，都甲规团的拢甲借美金，甲借甲8000块甲买着。伫德国伊用古典华语。啊，买新琴就是架新疆，啊，新疆就是无上松香，就无声。我搁替家己行介绍你啊，我你唔外行，你无上松香你也唔知，啊，我外行啊。我再问我老板，你当甲介绍一个老师未？小提琴老师，就安尼开始。伊讲啊，你赚一下啊，敢学起来？我讲。教看卖咧啦，我学看卖，迄句我就伫门口口去半年，嗡嗡嗡，小蜜蜂，这手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形容。二胡嘛无二，口琴嘛无二，哎，你拢差不多啊，哆，搁去哆来啊，哆来咪发嗦啦西哆。对我一定的。我是讲囡仔咧学琴啊啦，带买只钢琴，学囡仔一个家己行。伊摆只零号的 Grand 三卡琴啊，我去咧看一下，伊讲先生，你要买琴学囡仔啊？我嘿，伊讲你买琴学囡仔买只小帕森，他好像。很瞧不起我啊！我就穿穿安尼啊，翘多歪啊，再上瘾啊，免来看起。我小姐，我看你个素质也真歹啦。我弹一首弹手的哦，笨手车给爱丽丝，哒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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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我就走隔壁，别过来咯，不要以貌取人。有人看到好车无买艰苦，我是看到个好琴无买足艰苦。我坐对面了一间庙，有一摆有三个外国仔来，啊，伊就看我背对他们，伊讲 target is wrong， if target return much better， 伊讲目标是错的，如果转过来，目标转过来，那会更好。我听有啊，我就把谱架转过来，把椅子哈转过，就面对他们。我 right now is okay， 伊讲 okay， 伊讲 you can speak English a little。好，我就开始开讲。哎，我讲 ，Can you play one song for me？ 我讲呀，发送。你讲 My way。过两天，十外间的电视记者拢来，啊，我都伫 CNN 看到讲你上电视，啊，来采访你啦，安尼。一挂团体啊，就知影啊，就讲啊，这个有请，这个有请，这个使，就邀请我去小巨蛋溜去嘛。袂歹啊，恁在啊看电视啦，听会到啊，我唔免啊，我现场演奏啊。我们的客人来了都会在这边跟他拍手啊。欧洲的聚会都是啉烧酒、白酒，大部分啊，差不了啊，我就无爱，我就找一个方法来逃避那些酒肉朋友。哎，你，我即摆伫倒，哎，我今仔袂使，你讲你创啥？我咧学英文，我咧学小提，啊，印度妈，啊，好啊，死啊，敢用会到？你若学，恁爸甲你做奴才。当我会讲英文的时候，甲外国人咧开讲，因底下我讲，啊，我即卖用到无？伊讲有，你用到。
泡芙，这外国人开讲啊，你咪就甲因蒙脸啦，啊无就看因啊无啉咩，我就讲 excuse me， can I buy your drink？ 伊讲 why not？ 你出山啊，我就甲炸山啊去，出西瓜炸西瓜去，啊去甲因连线呐，那一点钟你就请老师来六七百嘞，对不？德文消化啦，英文泰国话，很流利的泰国话，去泰国，我朋友在那吃胖炒我贵。啊，给我感觉环境袂歹，我就转个大了。我袂讲啊，我会晓讲，我就讲。这种头，逐天来洗头，一天洗两三摆呢。啊，谁说拉小提琴就是穿燕尾舞的专利？不对，每个人都可以，只要你喜欢，你有毅力，你也能认真做。你就会 successful， 你就会成功。学什么东西不要忘记干，不再干，要喜欢干。我就是挫折，各在挫折，失败再失败，我就不怕它，我就一直去 going， 继续往前走，一定会成功。35岁才开始学拉小提琴，那他做的是脏兮兮的发电机维修，穿的是普通的 T 恤或者是吊嘎，在工作闲暇拉起小提琴，这画面很违和。那他一路从工厂门口拉到登上了小巨蛋，还意外上了 CNN， 连老外都惊艳不已。他用自己的音符替梦想下了注脚，他的人生关键字是无所畏惧，就是要敢。